欢迎来到这个专为治愈感冒、流感或任何季节性疾病而设计的治愈催眠。这段时间可能让你的身体和心灵感到疲惫，请注意，这并不是为了取代任何现有的医疗治疗或体检。如果你感到不适，应始终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全科医生。这只是为了支持和加速你的康复过程，与当前的治疗同步进行。如果你感觉有些疲惫，你也需要休息，所以利用这段时间作为休息的方式，你也可能会惊喜地发现任何治愈的效果。现在让自己放松，把其他事情放到一边，现在请坐下或躺下，确保整个身体都得到支撑，因为你可能在这个录音过程中变得非常放松，并确保你的呼吸尽可能通畅，以便你能够尽可能舒适的呼吸。现在开始扫描你的身体，从前额开始，当你这样做时，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上，你会自然而然地放松，只需将注意力向内向下集中在身体上，感受肌肉放松。快速扫描你的身体，观察哪里有不适、感染或疾病的迹象，无论是疼痛、阻塞、过热或过冷，还是其他不适，然后回到前额。现在放松前额，想象有一只柔软的手，一只治愈的手，轻轻地放在你的前额，开始抚慰任何身体或情感上的不适。想象这只手抚摸着你的前额，它可能只是一只手，或者你可能感觉它来自其他地方，一个亲人，或者象征更高信仰的东西。无论如何，只需要知道，这是一只关爱的治愈之手。想象这只手轻轻地在你的前额上移动，传递着一丝爱意。当你感受到这一点时，想象你前额的所有肌肉融化并放松。当肌肉放松时，你的情绪也会放松。前额往往是我们表现出挫折、烦恼的地方，
无论你对这次感冒或流感有多么的烦恼，现在就让它过去，这将引导你不仅治愈身体，还将所有负面的情绪或注意力转化为积极的、治愈的、强大意图。感受这只手在你的前额上上下移动，放松了你的前额肌肉，你会感觉到这种放松的波纹效应流遍全身，外部和内部都感受到轻柔的治愈波动。现在想象这只关爱的手移到你的鼻窦上，手指沿着你的鼻子划过，感受到鼻窦的释放。现在想象你的鼻腔通道中的任何阻塞物液化，携带走任何感染、任何不需要的东西，感受到鼻窦的释放，开始正常工作，收集任何不需要的东西，液化它，并排出。当你准备好时，想象这只手轻轻拂过你面颊的每一侧，轻柔的从右面颊向下抚摸，然后是左面颊。这个动作释放了鼻窦，清除了任何阻塞物。虽然这是一个视觉化的过程，但你的大脑可以在身体中产生实际的变化。用手抚过几次，将所有阻塞物排出，进行一次视觉化的排毒。每一次想象中的手抚，感受并看到你鼻窦通道在清理，注意到身体的变化，感受到压力已经减轻。如果需要的话，花几分钟时间深呼吸，每次呼吸都伴随着右面颊和左面颊的下滑。当你在这个视觉化过程中进一步放松，放下任何最后的挫折感，放下所有的斗争，将所有的心理能量转化为积极的行动、积极的意图。现在，让我们更深入地感受身体，注意你的喉咙，观察是否有任何粗糙感、咳嗽或其他可能影响你健康的症状。如果有的话，想象这只手在你的口中
倒入舒缓的糖浆。当你深呼吸时，接受外界的治愈，感受到这只手在你的喉咙中倒入舒缓的糖浆，每一滴都自动愈合，缓解任何粗糙感。当你能想象这一点时，感觉到糖浆中有修复的元素，这些元素与身体的自然愈合能力结合在一起。你不需要知道这是如何运作的，就像你不需要知道身体是如何自动愈合伤口或淤伤的。你的大脑只是一个催化剂，可以点燃并增强身体的治愈力量，让这温暖的糖浆流过你的喉咙。花几分钟时间，如果你的喉咙痛或有咳嗽感或粗糙感，你可以想象喉咙的表面变得光滑，就像砂纸变成光滑的表面一样。糖浆平息了任何炎症或刺激，使喉咙恢复如丝般光滑。或许你能看到一个颜色与你产生共鸣，看到炎症的火红变回健康的粉色，你的喉咙平静下来，吃饭、喝水和消化变得更容易。对于你的呼吸道也一样，花点时间去视觉化你复杂的呼吸网络，大部分之下延伸到每一个肺叶的复杂网络。想象所有的阻塞物液化，你的免疫系统召集起来，收集任何入侵体，开始将它们远远地排出，激活你的自然防御系统，并有效地支持清除过程，将所有感染和感染产物迅速排出。你整个身体的系统都在协同工作，通过身体的智慧，都知道如何工作，以支持身体恢复到最佳健康状态。现在想象任何液体或阻塞物离开呼吸道，现在它们的液体已经排出，炎症从红色变成正常的健康粉色，让呼吸道有足够的容量来吸入空气。呼吸变得更加轻松，每一次吸气都能感受到或视觉化呼吸道网络的治愈，
恢复正常，所有体液排出，所有感染被安全的清除，迅速消除。每一次吸气，都能感受到你在为每一个治疗器官、细胞和身体系统输送重要的氧气。每一次吸气，都在促进身体的自然疗愈过程。继续更深入地进入身体，现在召唤你身体的资源，振作起来，唤起军队，以清除全身的感染、病毒或疾病，感受到你的淋巴系统有效地循环在全身，清除任何坏细菌或任何病毒。在不摧毁或中和任何毒物质的情况下，过滤它们。再次召唤你的身体，召集白细胞军队。这支白色的战士军队现在发出号令，当他们听从你的指挥时，他们已经准备好并充满能量，准备战斗，清除你身体的入侵者。现在发送任何无声的命令，甚至可以大声命令这些白色战士遍布全身，感受到他们组织起来，渗透到每一根血管、每一个器官、每一个系统，寻找、消灭和清除任何入侵的细胞、任何有毒物质，清除所有不支持最佳健康的东西，只留下健康的细胞，只留下那些对最佳健康有用的元素，只留下支持你身体平衡的健康细菌。更深入的，现在再吸几口气，每一次吸气都能感受到身体的治愈过程在增强，每一次呼气都能感受到自己进入到身体的自然智慧之中，深深进入骨髓的深处，骨头的核心，白细胞生成的地方。现在向骨髓发送命令，生成更多的白血细胞。现在感觉或看到骨髓发送出年轻、充满活力的白血细胞，准备战斗。感受到你身体激活了所有资源，一切已知和未知的，所有有意识或仅有潜意识知道的东西，都在为清除、消除、摧毁任何细菌或病毒感染而努力。当你身体的能量增加时，你可能会感觉到温暖或刺痛感，因为你的身体正在利用内在的能量资源，但这很快就会消退。
因为你把精神集中在支持身体上。现在注意到，焦点不再是对疾病的斗争，而是让身体变得健康，感受力量的涌动，感受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足够的能量来抵御疾病，并留在健康状态。你现在做了所有必要的工作，你现在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，感受和看到你身体的自然智慧，产生有意义的变化，并信任身体能够进行必要的治愈，不再需要手动干预。你已经启动了所有必要的资源，所以你可以继续放松。现在感受到，你已经启动了身体的自愈过程，无论是清理感染、消除病毒，还是在召唤体内的免疫系统，无论你召唤了什么，现在都可以放手，让自然力量继续工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感觉到一天比一天强壮，呼吸变得越来越清晰，喉咙更加通畅，身体其他部位的疾病、疼痛或不适逐渐减轻。你可以相信你的免疫系统，它会不断努力为你提供最佳的健康状态。你需要的只是休息和水分来支持这个过程，身体将继续治愈。用一个充满信任和支持的深呼吸来结束，然后逐渐让意识回到外界。当你准备好时，你可以张开眼睛，注意到身体的感觉。你可能会觉得比之前更好，你会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的身体会感觉到不断恢复的力量，越来越健康。准备好时，你可以醒来，继续你的一天，感受并信任你身体的智慧。感谢你的聆听，我是小平。